骑士，你确定是这条路线吗？请确认行进方向，向西出发700米后左转，进入浙江中路。前方直行500米。前方直行200米。前方100米，红绿灯左转，进入浙江中路。左转，进入浙江中路。骑行1公里，用时10分钟。前方直行200米。
前方100米，红绿灯右转，进入金陵东路。骑士，你确定是这条路吗？请确认行进方向，右转，进入金陵东路。骑行前方通过红绿灯，红灯要停，绿灯再行。确定是这条路线吗？请确认行进方向，向南出发130米后右转，进入桃源路。前方100米，红绿灯右转，进入桃源路。直行200米。前方100米右转，进入国安路。好了，您已骑行2公里，用时22分钟。右转，进入武安路。骑士错了，记得看路啊！请确认行进方向，向南出发150米后右转，进入太仓路。前方100米，红绿灯右转，进入太仓路。
前方沿海舱继续骑行大约650人。前方直行500米。前方100米，红绿灯左转，进入马道后。左转，进入马道后。提示：确定是这条路，请确认行进方向，向西南方向出发，20米后左转，进入太仓路，左转进入淡水路。